由于今天天气比较恶劣，还有翻山越岭，我们大概预计2个半小时到达巴达美地区。 这个注意安全，防止滑倒。那个林子里面有两只马鹿，你看一大一小，这正在往山上跑着呢。 我们几乎每次巡逻都会遇见各种野生动物，马鹿是最常见的。上次我们还遇见一个被铁丝网困住的成年马鹿，当时看到那个马鹿的时候，它的鹿角困在铁丝网上，饿得已经瘦得不行了。幸亏我们发现的及时，把它救了出来。如果困的时间再长一点，估计那头马鹿就完了。三界标，你拿望远镜看一下，是上皇。阿尔泰山。 就像一座天然宝库，我们有责任守护它的自然和美丽，保护这里的野生动物不受影响，保证这里的边境线安全稳定。